妈，妈，你老呀，先别哭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的，小妹呢？不是，妈，你别一直哭呀，这小梅她怎么了？这小梅她出事了。什么？小梅出事了？她出什么事了？她公司失火，小梅为了救同事就没从火中出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妈，小梅呢？小梅现在在哪儿呀？那你呀，就别再问了。不行，我得给小梅打电话。行了，别再打了，这已经是事实了。我能拿我闺女的性命跟你开玩笑吗？这小梅她……这小梅她不在了，她走了。这怎么可能呀，小梅。小梅，我来看你了。不知不觉这一年已经过去了，你离开我也已经有一年了。这一年来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呀？也不知道有没有想我。在我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你，回想起以前咱们的那些点点滴滴多美好呀。这造化弄人，你说说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？妈，石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个，我这不是想小梅了吗？我呀，想回来看看，回忆回忆。人都走了，你也回忆什么呀？接受现实嘛。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她呀。那个，妈，你这准备出去啊？要不你先去忙，我进去坐坐。哦，我不出去，来，进来吧，石头。哎，好。来，石头，你看，小梅走的都快有一年了，要有合适的，你赶快找一个吧。妈，你呀，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心里呀，只有小梅一个人，这辈子呀，是不会再找了。你呀，还那么年轻，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呀。妈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这我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。哎，妈，这家里有人？没有人啊。没人？这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咳嗽呀？咳嗽？不可能，你听错了吧？我听错了吗？是啊，你肯定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这样吧，石头，我就先给你做点吃的。那行吧，你去吧。哎，好。我刚刚明明听到有咳嗽声呀，这会是谁呢？奇怪，这卧室门怎么还给锁着了？岳母该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哎，石头，你也吃过饭了，你看我也有事，我就不留你了。行，妈，你呀该忙忙，这我有时间再来看你。哎，好。哎，那行，妈，那走吧。好。你去哪个？我送你。哎，行。
小梅，是我呀，我是石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小梅？我不是小梅，你走，你走，你快走！小梅，你知不知道这一年来我是怎么过的？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看看你吧。你别看我了，我现在特别难看，你快走啊，你走。小梅，你不难看，我是石头呀。小梅，我知道你呀，肯定是为了救别人才变成这个样子，才受的伤。小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丑的样子，你看到了之后会嫌弃我的。小梅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你的心地那么善良。小梅，听话，来，让我看看你。来，小梅，听话。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小梅，你说说你怎么那么傻呢？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我的妻子。你知不知道这一年来我是怎么过的？当我推开卧室的门，看到你躺在床上，知道你还活着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小梅，以后别再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让我来好好照顾你。这老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们两个是夫妻，无论有什么困难，咱们两个呀都应该相互扶持。我相信只要咱们两个在一起，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当然是这样想的啦。小梅，我在意的呀不是你的外貌，而是你的人。只要你能陪在我身边就好，这婚姻需要我们两个人共同经营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呀都不应该放弃彼此啊！你明白了没有，小梅？石头，放心吧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。